师傅说。学佛人，平安就是福。学佛人，无事不找事，有事不怕事。每天念经，定能消灾吉祥，用慈悲就可以化解一切冤结，用智慧就能让生活变得更加吉祥。要用慈悲喜舍当做成佛的至理名言。你想成佛吗？你要懂得慈悲喜舍。要修出佛性，一切则清净无染，没有染着。你只有把你最干净的心修出来了，你的外心、贪心、嗔心、嫉妒心、烦恼心，所有的一切外心全部都抛开，你才会见到你善良的本性。